要我每一日都吃白砂鸡胸和沙律菜先 keep 到呢条纤腰，真系人都癫啊！哇，呢一个咪传说中嘅红菜头 super food 嚟嘅喎，唔知佢又帮唔帮到我呢？饺子站最近推出了的全新口味小清新系列，而师傅包紧呢只王牌产品叫红菜头去皮鸡肉饺，蕴藏丰富维他命和抗氧化物等，有助降血压和帮助减肥添。首先拣选新鲜红菜头切粒，然后绞蓉再混入去皮鸡肉蓉里面，放入即场人手制的饺子皮，饺子皮薄令红菜头的颜色若隐若现，做到白里透红。最后热水煮几分钟就大功告成啦。佢入口咧真系非常之清甜啊，因为咧佢将佢嘅红菜头咧切到非常之细粒，所以令到佢嘅清洁味完全消失。再加上咧佢嘅去皮鸡肉一啲都唔肥腻，同埋饺子皮亦都非常之烟韧滑溜，所以食落口咧非常之有小清新嘅感觉。同样属于小清新系列嘅，仲有樱花虾豆苗饺同埋蛋白豆苗饺。用了现在当造的豆苗，顺住时令飲食才是养生之道。师傅用了爽嫩的豆苗搭配酥脆的樱花虾，味道咸香可口，非常开胃。而另一款蛋白豆苗饺味道清香，估不到蛋白和豆苗是这么夹这么鲜味。饺子站亦都推出了新滋口味系列，啱晒中意刺激口味的朋友，麻辣鲜虾猪肉饺，麻辣味够晒过瘾；孜然羊肉饺，新味芬芳的孜然突出羊肉的味道，令到人食不停口啊！另外仲有其他特色饺子，好似蟹后蟹粉饺同埋招牌海胆饺，依家仲可以外卖生饺，想几时食都得啦！